我是铁道旅行派主任，我在2018年12月13号新左营站。是8:43首发车是3252，我是经由屏东县看我嘉义的，因为568台湾灯会在屏东彩绘要改造区间车。在新左营站准备时。然后这是继上一次搭里山的第二列彩绘列车。原油553，八辆虎变二组，全到实力。新左营站谢哥，3252是机场偏西港加一的，因为568台湾灯会站屏东彩绘优化改造，加上一眼有553八辆二组连未优化改造，八辆混编二组全热已经实力。新左营站，然后这个是继上一次搭乘里山，然后这边，然后这一次是搭乘台湾彩绘灯会彩绘，然后又把行程车回来新左营谢哥，就这样，拜拜。